兄弟们，在放这个368发的单人床之前，跟你们说一下啊，这个烟花是我开直播的时候放的，但为什么你们又在视频里看见了呢？因为开直播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没看见，然后呢，我出个视频，还想就是说再多涨点粉丝，让更多的人看着。抖音。